王力宏一连两场的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圆满落幕。在尾场，林宥嘉、蓝心湄、蔡康永、陈美凤、萧亚轩、张小燕等艺人都有嚟捧场噶。非常崇拜 Lee Hong 的 Yoga， 仲自爆自己是 Lee Hong 的网课学生添啊！力宏哥真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我觉得像音乐啊、唱歌啊，每个人会的这个技艺，真的是可以越练越靠近天花板。我觉得力宏哥真的是这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哎，之前这个力宏哥有出过一个教大家唱歌的这个课程啊、哦，我偷偷在里面哦。你有里面？我偷偷在里面，对对对，但我还没看完，但是觉得，因为真的觉得，我觉得力宏哥唱歌真的好像是一个。他真的太厉害了，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可以用教科书形容他，所以我在那个课程里面。向来感言的心湄姐和 Lee Hong 交情甚好，这次还带埋家人来看 show， 之但是 Lee Hong 早前在头场的发言就令到心湄姐很不满。这日受访时还隔空对他喊话，吓到身边的蔡康永都呆一呆啊！今天早上起来看到昨天的一些他的片段，我个人今天的功能就是。要告诉他不要再胡说八道了，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也没有帮自己加分，你就好好的唱你的歌，多唱一点，把你的好歌唱好唱满就好了。该说的话给懂得说的人说，好，就这样，不说的我们就不要说。听到他在台上讲的那些话，我真的嘎抡顺哎，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现场，就是说如果他在说一些无微不微哈，这种大家真的不要体谅他了。你们就直接看到楼上 VIP， 我就坐在那，我就跳下来，跳上台去打他。好好啊，我听不下去啊。就是他敢捏啊，你去捏人家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就感情的事，就是我们也不是当事人呐、啊。哦，没有人问是？我觉得可以，可以的，可以。Lee Hong 的尾场的表演依然落力，又弹吉他又弹钢琴，表演自弹自唱，大唱经典情歌，得不得粉丝一阵阵啊？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，我已经无能为力，无法抗拒，无路可退的无声的夜，现在的我需要人陪。Lee Hong 经历分辨风波，接受无数负评后，可以东山再起，复出开 show， 这段路真的不易行的，所以他都很感谢主办单位的老板邱黎宽对他的支持啊。谢谢宽姐，这次不但是主办，还有上次在曼谷，上次在拉斯维加斯，还有其实我们的这个缘分是从我的第一次开演唱会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巨蛋，第一次是大概离这边100公尺吧，市立体育场，对不对？就在隔壁了。还有在之前在红磡，也是宽姐主办的，我们那时候是小鲜肉，
谢谢宽大姐一直这么的支持我，一直给我机会，不离不弃。